找亮点。Hello everyone, this is Flynn. 哎，等等，我好像找不到我手机。Where's my phone? Ah, here is my phone. Here. OK, 你是不是觉得等等你说什么很怪的话，为什么 here 在前面呢？没错，今天跟大家来说的呢就是 here 的倒装用法。一般来说我们会说 my phone is here， 但是当我们要强调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 here 摆到最前面来说。所以你要怎么做呢？首先我们把 here 还有 be 动词反过来摆到最前面，再把原本的主词呢摆到最后面。所以 my phone is here 这句话就会变成 here is my phone。 我们再来试试看其他的句子，例如 your books are here 这句话要怎么改成倒装句呢？一样啊，我们先把 here 和 be 倒过来，所以呢就变成 here 和 are 的顺序要对调，接下来呢放到最前面，再把主词 your books 摆到最后面。Here are your books. Here are your books. 这样就完成了，是不是超简单的呢？接下来 here 还很常跟这个动词 come 来搭配。例如呢，这个一台公车要进站了，你可以说 the bus is coming. The bus is coming. 你也可以强调公车到这里了。这时候呢，就把 here 往最前面一放，再把 comes 和 the bus 反过来。你完成一个倒装句咯，这句话怎么说呢？就是 Here comes the bus。 但是这个规则呢有一个小小奸诈的部分，就是啊，如果你遇上的主词是代名词，那就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举例来说，如果有个人心情不好跑去躲起来，哎，你好不容易找到他了，你会说什么呢？你会说 He is here. He is here.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用倒装句哦， Here he isHere he is. 没错，你遇到的主词是代名词的话，你只要把 here 摆到最前面，那其他的部分都不用改哦。同样的，如果你看到 he comes here, he is coming, 他过来了，我们也可以把 here 往前面放， he comes 跟 he is 一样，都不用改变顺序，所以就是 here he comes。 虽然不一样，但是还是一样蛮简单的吧。那最后就考考你啦，如果要说老师来了，老师过来了，怎么用 here 倒装句来呈现呢？ The answer is, here comes the teacher. 你答对了吗？